在书写的时候，如果是这样下来，直的下来，我们用直的下来来讲，它是垂直的，垂直的，对不对？重心下来，这条是中心，对不对？这条是重心或者是重心了、啊、然后两边纵使这个宽或者是这个窄，通通都一致性的，哦，都一致性的，这叫做中锋，懂吗？就是垂直的，这叫做中锋。好，啊、如果呢这样下来有点偏了，对不对？偏了、哦，偏过来了以后，哦，你下来找不到垂直的那条线，下来找不到垂直的那条线，或者是这样也找不到，或者是这个力量它没有办法找到两个平衡，或者是所谓垂直的力量的话，那就不是所谓的中锋，那个叫做偏锋，偏了。